欢迎来到今天的炸鸭实验室。没错，这几天呢，有很多人推荐我一个粉专，鱼江夫妇，他们会分享一些很酷的食谱，简易食谱那种啊。对，我也奇怪，而且在日本找一些推特食谱，很酷。那他们今天推荐我做这一道，不用水马铃薯，用水用微波炉就能做出来的好吃料理，我很好奇，所以今天就是大雅实验室啊。我很好奇，你最近是不是想要用人家买微波炉？怎么要很常用到微波炉？哈哈，被说对。本期节目由欧妈妈赞助播出。如果你还没吃过台中好吃的淋酱炸鸡，没错，在台中逢甲福兴路。虽然吃炸鸡用不到微波炉，好，回来。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做这个马铃薯料理，这个很简单，家里有微波炉都做得到。那我们今天呢会用到的材料是这些：醋花、糖、酒、酱油、味淋。丢掉洗，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味淋的颜色不一样吗？我是很不想这样讲。这个是喝水的尿，这个是装。那我们开始做这道料理哦。首先 ，potato 洗，我们是不是没有专门洗 potato 的？哎呀，没变没变。然后在制作的过程中呢，我们要跟马铃薯多培养一点感情。跟他说，你现在呢，要死，鬼刚啊！你要获得你最大的价值，你要变得好吃，这样子你才会变成后世景仰。你看，现在有镜头跟大家不说话，他叫我去死。OK， 他每一个都几公分厚，我刚没看清楚，0.5公分的厚度，很艰难哎。哦，不断哦。不能断，不能断。你再看也不要断。无名指上那个痣跟马铃薯上面的那个妆一样。真的，小时候被那个马铃薯咬。结果你发现你中了幻术，你在切的是你的手指。啊！断了。高手。啊！真是的，是切0.5公分厚了。哎呀。哦，真的可以切到，觉得。对，可以切。把它摆上去。我们现在做的是不是跟图片上的一毛毛一样样啊？是吧？只是我们的盒子比较大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来做酱汁。那它这个酱汁里面有一个 bug， 它没有说这个东西要煮，还是直接混混？对。那我觉得应该因为有砂糖、有味淋、有酒，我们要煮一下，一大、二大、二大、二大，一大匙、两大匙、两大匙、两大匙，谁能懂的、啊？煮好之后呢，淋上我们的神奇酱汁。哎，那我们现在放进去，然后他没有说几瓦，所以我们也是啊，几瓦？700。好，一分钟，十分钟，哎 ，Let's go。那我们剩下来的猪肉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再做一颗马铃薯，或者是再烤个起司粉吗？起司猪肉。把刚刚的肉呢都丢进去。是蛮香的。我操，超香的！炒蛋有点熟了，出炉。哎，它超香，超厉害，神秘料理出现。阿进特制起司洋菜炒猪肉，试试看。我说不上来，你说话啊？我觉得很好吃，可是我，这是我自己做的东西，我会觉得我说多了就不公正，所以一般的，是不是？简单来讲呢，炒肉只要加米酒、味淋、拼个大酱油，下去就是一般的，学废了吗 ？OK， 那我们等马铃薯，我们要来打开我们的马铃薯，好像不能放保鲜膜。嘿吼，嘿吼！哎，你把它真空了，可是看起来蛮好吃的，是很完整哎，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它直接变成一道崭新的料理，而且它有一个，你有闻到那个味道吗？你闻，很像芝麻汤圆味。对，怎么会？是不是不能用保鲜膜？可是不用保鲜膜，我觉得它太干了。OK， 我们完成了啊！这个无水马铃薯培根吃起来会怎么样呢？哦，
嗯，超好吃，配马铃薯这样吃真的很好吃，就是甜甜咸咸入口刚好，马铃薯不会太熟也不会太硬，入口即化，有没有它即化，我很过，有点硬度在，但是那么吃下去很搭，而且吃到那个皮子感觉哇，就有点像是炸鸡的外衣一样脆脆的，很好喝，很有口感的。照烧热是凉的，是很烫，看起来很烫，这不是有点？我帮你吹凉。好险，他帮我吹吹。他这个没吃过的感觉，哎，带真的很香。哎、欸，女人，吃吧你。那什么？因为你就在那啊，谁叫你要在那？给我回来，快点啊！有点烫，要小心啊。我自己觉得蛮好吃的，我会喜欢，我会想再做，因为它蛮简单的，而且又很懒，非常好吃。好吃啊！看那里，不要看我，看我，给你鼓励，看我，真的对吧？它那个酱汁好深哦，而且搭配上那个猪肉，它有点那个水分当那个马铃薯，哦赞！好，谢谢，再见。马铃薯脆脆的。你要把它讲完，你知道好吃是不是太淡？马铃薯脆脆的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那个马铃薯的那个感觉很像蒸的花生的感觉，有一点蒸土豆，对，蒸土豆的味道，它也是土豆。哇，欸、真的哎，哇！总之呢，真的就如同文章上所说，那个酱汁，灵魂酱汁，真的好吃。OK， 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有趣的食谱，或者大家已经想做什么事情的话，可以传给我，私信我，告诉我，标记我，我都会看。OK， 这就是这次的大雅实验室，相当的哎、欸、成功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你们按下喜欢。如果要。OK， 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下喜欢。那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再按下订阅看我其他影片吧。我们下次再见，记得去欧玛炸鸡吃我的炸鸡，在台中逢甲福兴路上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为什么没有找？哦，现在这样就够了。胡子说他现在很努力、很克制，还是胡子可以吃土豆。今天是低碳日，不能吃土豆。哇，没土豆哦，土豆。一个，哎、欸，他说他觉得好吃，他要再吃。没有，大家想你啊！大家都说很久没看到胡子，我跟你讲，大家都远近了。他现在在健康人生。我把你们肉装死掉。那熟食有点靠，熟食有点狠。